can move on. And I think that's what my run was all about. I had run for 3 years, 2 months, 14 days and 16 hours. 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，阿甘奔跑在纪念碑谷的这个镜头，想必你一定有印象。多年以后的我，也终于来到了这样的电影场景里，美国西部。这块广袤神奇的地理单元孕育了太多独一无二的壮美风景，以及催生出来的国家公园。从太平洋边西海岸生机勃勃的优胜美地，到犹他州深处荒凉炎热的沙漠深谷，从美国的母亲之路66号公路，到全美知名度最高的最早国家公园黄石，雪山、星空、沙漠、森林、峡谷、野生动物，一路络绎不绝。沿着美西大环线来一趟风光之旅，一直以来都是我愿望清单上的重要一栏。直到这个夏天，我终于鼓足勇气，带上自行车，孤身来到了海另一边的这片新大陆。虽然之后因为膝盖问题，自行车换成了汽车，但在路上的这20天，眼里的风景并没有打折扣。单人单车美西公路自驾，让电影走进现实的西部世界之旅。